你们现在是十八机连拍失败者的失落感吗？我也看不到他们几个人拉我，我只知道好多手在我身上。对不起，军哥了，军哥，军哥，抱歉，对不起了，我失手了。其实有个画面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拍到，我也不太好意思说。 我绕过去之后，第一个看到的是高个儿郭伟。我本来想拍他，但是他往后一退，身子一挺，我够不着他的背，我够不着他的背，哼，我只能马上转向其他人。